啊，姑娘，我的姑娘，啊，姑娘，我的姑娘，当你看见那飘落的流云，那是你炙热的爱在向你飞翔。你们听听这样的声音，它会撕裂，会喊叫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采用了真假声结合的一种歌唱法，非常的科学。你们现在整个音乐学院呢，甚至于像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啊，很多音乐学院采用的是纯真或纯假的一种歌唱方法，这样的方法一定是有问题的。如果是纯真声，你只有撕裂的喊叫啊；如果是纯假声，就是永远下不来，没有真实的声音。这种声音容易产生一种千同声万同腔的一种歌唱方法，所以这两种方法都不对，真正采用真假声结合。喜欢我，赶紧关注我，早关注我，早受益，否则永远不会歌唱的。